我碰过那种导演他会一直骚扰现场女工作人员的那种，类似他就是透过剧情在教我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啦，他说恋爱就是怎样怎样嘛，然后我就类似说了一个说，恋爱这种事要你教我，现在想想也很荒谬，因为现场很多人鼓掌。陈亦如困伤还崩溃，再也不飞了。曾志乔遇导演性骚一招 KO。请注意，有血腥画面，有床戏，有床戏。啊哈，有锐气，有锐气，心情开往。所以你这次床戏到底有没有跟老公？有啊有啊有啊！曾志乔在电影寿命拖了，跟傅孟柏的床戏啊，听说尺度唯美。看来隔海又隔地的老公陈亦如在上海可以安心喽。结婚之后实际相处有到一年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，因为疫情啊。你有关心他的状况吗？当然了，不关心吗？状况好不？上海居民大家应该都很关心他们吧？他以前会一直说，我真的不想要一直这样子被关在房间里。他会就是会觉得说，他会释出这个。就是无奈啊，或是恐惧啊，或是不要不要，以后再也不飞了，不想再被关了。可是我就是觉得说，他这次被关的时候，他反而很平静，因为我其实我不算很贴心的人，但是我现在就会提醒我自己说，送点温情，送点温情。可是你是会飞去大陆陪他的人，他完全舍不得我这么做。我提过一次，但他说要做很多次核酸，他说你不要这样子，对啊，他觉得太辛苦了，哎，无奈的是，小两口前脚宣布婚讯，后脚就有疫情闹事，做人计划难上加难。觉得你自己是那种会专心在家相夫教子的人，不可能，还是直接回答。你有想要去冻卵什么吗？最近我还好哎，因为老实说，我并没有觉得没有孩子我会有遗憾，我好像没有这个愿望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如果真的已经说出了人生没有这件事情会有遗憾，我是觉得。不要只是动了，我觉得要有更多更积极的规划。你想说你五年后来生，那可是如果你不养生的话，你的子宫很不 OK 啊。卵子超棒，不行，他是比我更渴望有家庭和孩子的那种另外一半。所以他会说服你吗？不太需要说服，是因为我本来就也是觉得可以，因为我没有特别一定要或不要，但我觉得可以啊。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经历的事情。我也是有一种预感，我是会当妈妈的人。大部分我都会以和为贵，我就会说有在努力啊，大家比较忙啊。如果有人硬要追问到你几月几日，我觉得我的气场也没有让人会轻易敢问。几月几日是你的排卵期？对啊，就比如说那几月你想怀啊？哇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没错，姐不好惹，谁要是阴阴歪歪，悄悄有的是法子对付他。你知道女艺人都多多少会有一种气，有一种人就是种气，就是女人不要靠近我。我再怎么气，我顶多讲很重的话，但我不会发飙。我是这一路的。我碰过那种导演，他会一直骚扰现场女工作人员的那种，类似他就是透过剧情在教我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啦，说恋爱就是怎样怎样嘛。然后我就类似说了一个说，恋爱这种事要你教我。现在想想也很荒谬，因为现场很多人鼓掌。就是大家讨厌他到那种程度，你就可以想象他骚扰多少人。因为他拍戏也不认真，所以讨厌他的人很多。我真的只是开玩笑，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小小的出了一口气，大家会这么开心。所以这个导演还在业界 ？I don't know， 我们在讨论。